啊，大家好，我是红茶哦。那这个是一个飞将的组合哦，兵哥的组合也是飞将吕布，它搭配是威姆折钢搭配玲珑哦。好，那在一开始的时候，其实就已经被这个董卓袁绍被控制住了哦。当然了，他可能这次的胜利哦，是因为后排有那个解状态的哦。但其实也可以稍微看一下，你看像这个时候许褚发招，然后两只死了，许不伦就解了这个封印的状态哦。那后来吕布就开始打，哦，所以其实吕布是真的还蛮痛的，兵哥已经加二了。哦，那吕布其实搭配司马昭的效果也是还蛮显著的，很痛，然后发一个大招，直接就少了2、3只，3只吧。吕布搭配司马昭的剑戟上吕哦，就可以吕真的是司马昭是连击阵的最佳辅助对象哦。那像还有关云平啊、马谡啊，我觉得都还蛮可以上去，也都可以试试看。还有 SP 曹操，哦，那怎么配呢？也给大家做个参考，谢谢大家。